最近天气是阴冷阴冷的，腿杆也痛，腰杆也酸。今天买了两个果子给自己补一下。我先来腌一半手，洋葱来半手，葱来半手，豆油来半手，黄酒来半手，是这样。在这一分钟，我们给它软匀净，腌个一个小时啊。我们现在码个腰，现在开始封顶。在这一分钟，我们把火盖架起。现在把果子给它包一半手，要放到这个肚子压平。腿杆搬过来，要练下瑜伽。开包，再给它绑一半手。现在给它送过去。现在把这泥巴给它打细，焖个一个小时就可以开吃。在这一分钟，我们炒点秘制彩椒酱，管蘸起吃啊。炒匀净，炒熟就差不多了。喜欢吃辣椒的小伙伴可以点下方链接看一下。我们的彩椒酱下饭拌面巴适的板，面再放一半手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在这一分钟我准备把它掏一半手。好，我们来吃一半手。味道相当不错，关于这道菜我做一个集中点，小伙伴们弄的时候可以弄点我们的彩椒酱，拌起随便哪里好吃，爽得很。